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恩。对，我现在在桃园的机场捷运站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要搭着捷运到桃园机场。那这里是捷运站，对。那等一下呢，等家人过来，我们要一起搭捷运到捷运站。OK， 那晚点见，拜拜。对，我们到了，这里是桃园机场第一航厦。然后我们这次出国是搭五航，然后就。虎航，对，虎航，这一次我们要去的是冲绳，对，我们要去冲绳，然后参加我姐的婚礼。那我要去那边三天，到那边的话会有三部 vlog， 对，去化位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化位完了，这个是我的机票，这是机票，然后我们这次搭乘的是虎航，然后这是廉价航空，原本我们是要搭乘华航啊，因为。就是到冲绳短程距离而已，所以就选择搭那个虎航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机场里面乱逛一下，我们就晚点见了，拜拜。好的，我现在呢已经过了海关，到这个免税店了。然后我的班机是5:55，现在也是5:30，所以我还有20分钟时间要登机。那现在呢在等我的家人，他们去上厕所。那。冲绳永远是好玩的，对。那在等我们家人当中，我们在这里哈拉一下吧。Cabin crew, be seated for takeoff. 各位旅客，本班机即将起飞，请您确认安全带系统已被调直，餐桌收好，并将遮阳板完全打开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about to take off. Please ensure the seat belt securely fastened. The seat back is upright.对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饭店，这是我们的饭店，对，饭店 ，OK。那我们刚刚从那霸机场离开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8:00多，然后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了这里。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:00多，等一下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房间吧，等一下见哦，拜拜。一进来呢，就是看到就是这里是客厅，然后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东西拿进来，所以有行李，对。然后这里是客厅，然后这里面是我的房间，然后这是我姨妈，她最近要打个招呼吧。啊，这是我姨妈，然后这是我姨妈跟我妈妈睡的房间，然后呢，这是客厅，就我刚讲过了。然后这里房间很特别，是它有厨房，还有微波炉，还有冰箱。然后厨房是这个两个炉子，还有一些喝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厕所刚刚我看了也蛮酷的，就是它的干湿是分离的，这里面是洗澡，然后这里面是上厕所的，然后呢，这里可以让你梳妆，外面是海景，那因为现在是晚上，所以看不太到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有点暗，看不太到。就外面就是海景，然后这是刚刚我哥拿过来的粮食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吃晚餐，所以就吃了这些。明天早上我要参加我姐的婚礼，那大概是，我们是几点要出发？哦，我们11:40要出发离开饭店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还有按赞。那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想我拍的东西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对，拜拜。